好啦，都搞掂埋啦。嗱，第五场嘅赛事咧就二班嚟嘅，就千二，准备啦。见多晒啲蒙头布，揭系啦，王旗举高，准备。假你冇，我就见到咧就内档啲胡卡之鹰咧，好似比较快啲咁啊，反而痴难咧，你只气壮咧，而家嗱嗱声追上嚟，出边咧仲有只幸运掌柜咧，中间有只宝石飞鹰咧，大外档香港之星咁啊拍住一齐嘅咧，仲有只勇敢熊猫咁，再后啲哆咧新立金咁啊，然后咧就褪咗落去嗰啲咧就啲罗宝镖区啊，见到喺后边啊，你只气壮都跟佢哋唔住啦，名门五号嗰啲咧就喺个尾嗰度嚟啦，妙算金龙都几有下话出闸咧就喺个尾嗰度。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就喺前边度啊，嗰只胡卡之鹰咧真系好快脆，嚓嚓声咧黐住条栏咧就摆咗喺前边啦。咁啊守住个第二位嘅咧就系啲幸运掌柜咧就咁样，然后一个马位跟住嗰啲出边啊有勇敢熊猫啦，大外档咧就香港之星都好近，内档咧仲有只宝石飞鹰咧就入嚟直路噶啦。咁啊后啲嘅马咧先见到啊。喺外档咧一路追紧上嚟咧，仲有只赢家宝宝啊嗰啲嘅，喺直路啊，只香港之星啊，喺中间系咪透咗出嚟啊？唔系，咁啊见到咧只勇敢熊猫咧，中间系支咗出嚟，守住个第二位咧就幸运掌柜，第三名咧后上咧就妙算金龙啊，第四名咧先至系香港之星。因为一直啲飞都系唔猛只，十倍 win 吓，勇敢熊猫咁啊搭只幸运掌柜，最守本嘅路程其实十九倍路程啊最啱嘅。哇、哦，好嘢喎、啊！真系十倍赢翻熊猫，三五七，第三名就系只妙算金龙，第四就是香港之星，五一，好啦，睇个冲线啊，佢都唔系二赢噶呢只，系啊，用咗熊猫真系，不过我都系要二三嘅，即系都估唔到佢咁叻仔嘅啫，有十倍哦。系啊，佢呢个地系好嘅呢个事实。咁啊，嗰人又搏命噶嘛，你睇到全日出一只，咁啊，同你搏过。唔系你屎啊，我屎咁咧，就系嗰啲嚟噶啦，唉。好啦，马房全只出呢一只嘅啫，勇敢熊猫。整只五号翻嚟嘅三重彩啊，好分啦，1900。咁你只三都已经好分噶啦，你仲整埋只五，真系买单数咩？咁你冇咗只二又冇只八咧？单数狂，单数狂，净系买单数，买完一三五七，买二四六八咁。好啦，头马上，两个都有头马喎。哎呀，点解咁啊？好啦，一出胡卡之鹰都好快啊！你睇见啦，咪咯，佢一早带咗出嚟噶啦。要算金龙啊，喺呢个尾啦，而家跌到落尾啊！哦，外边香港之星一路喺外边，几得人惊。我只勇敢熊猫都喺外边嚟噶。咁系咪走外边好啲咧吓？唔出奇啊，思兰变化地。其实呢个位都好好噶，胡卡之鹰，但冇杀入嚟。
真系奇怪呢只。佢仲顶住嗰只幸运掌柜哦。应该照计幸运掌柜吃亏嘅。冇事噶嘛，系嘛。好石飞鹰啊，跟住喺后边啊，其实好有利嘅。如果呢只马有得冲啦，呢个位啊直头直路都有得即系威胁到对手。啊，香港之星都未喐手嘅咋。啊，啲勇敢熊猫都开始骑啦。骑佢啱跑啲地咧就有噶啦，只二号冇，八号又冇，七号又上，以为只一号带咗出嚟嘅，睇下，咦，好在现场见到佢喺后面，但只五号真系又冲得好劲。